没把握，你还追着他不放，你不怕死啊？那么在画面上，谢谢导演让我演一些没有那么用力的啊，就是我平常跟我老婆讲话的那种态度、那种行为的那个样子呢，把它摆在我们心里，我那个就是这样。我老婆当然对我是100% 的有信心的。虽然我每次拍电影，我的对手都是漂亮的女孩子，像孙俪。几乎我每一部电影都挺幸运的，可以跟那么漂亮也有既有演技的演员可以在一起合作。我相信大家都不会相信我有对手，也不是我。那么其实大家可能看我的电影，一般来说还是那种很冷的、很哭的。其实演那种戏是很辛苦、很累的。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不可能24小时就绷着那个脸啊，很硬绷绷的，其实很难去演。那么在画屏里面的角色，也是我头一次能够让我私底下的比较真实的这种透过戏里面的人物，可以让观众看到我那一面。